会吓到跌倒，动作相当的可爱。这只可爱的小熊是韩国动物园的招牌明星，不过它有一个很大的缺点。哎，小朋友有这么可怕吗？人家狮子宝宝要跟你做朋友也不行啊。过了几分钟，大家还以为熊宝宝习惯了，没想到他头一抬，又丢家了。小熊摔得四脚朝天，仿佛跨掉柜，表情和人类一样丰富。原来小熊从小就由人工饲养，从来没看过其他的动物，不只怕狮子，就连小猴子也怕得不得了。连看到影子也会吓破胆，可爱的模样让人疼惜。还好小熊和动物们相处一个月之后逐渐习惯了，还会主动拉着小狮子玩摔跤，看来小黑熊已经摆脱了胆小鬼的阴影。